你好，喜欢五月天吗？喜欢周杰伦吗？喜欢哪一首歌？你想要点哪一种？他说蜗牛。你先把那个。夜马吸血鬼。这首歌十八禁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可以听吗？哇，好了，今天我还是今天很吸血鬼。我长大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不能唱《玫瑰少女》，改天你就知道了。你知道？好了，今天是吸血鬼了，好不好？下次我们回到武汉的时候，你是武汉人吗？可能就可以唱了。因为每次不一定，好不好？那夜马戏就干嘛？喜欢五月天吗？喜欢周杰伦吗？都点头就好了，都点头，你都点头。你也喜欢，妈妈喜欢，妈妈喜欢就好。是，下次那个大人的世界哈，如果就是不要直接讲出来。你喜欢梁静茹吗？干嘛？是大家朋友嘛，就问一下嘛。那你喜欢五月天是吗？你喜欢哪一首歌？你想要点哪一种？他说蜗牛。你先把那个夜马吸血鬼。你今年才9岁，你就听夜马吸血鬼？可能喜欢那些就吸血鬼这一类的事情。你知道那首歌歌词在讲什么吗？那是18岁以上才听得懂的。这首歌18禁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可以听吗？最喜欢不是这个，但是我最喜欢玫瑰少女。哇！哦，已经不错，所以现在是你跟你妈妈之间要2选1是吧？好了，今天我还是今天很吸血鬼。我长大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不能唱玫瑰少女，改天你就知道了。你知道？好了，今天是吸血鬼了，好不好？下次我们回到武汉的时候，你是武汉人吗？可能就可以唱了，因为每次不一定，好不好？那夜马戏就干嘛？